下面我把新医学的一些基本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新医学是我国的四大拳种之一，它和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并称为四大名拳之一。据考证，新医学发源于山西，在明末清初人，是明末清初人山西永济县季季可季龙凤所创。心学的主要内容是五行十二经。五行就是皮拳、崩拳、砖拳、横拳、炮拳，还有十二行拳。十二行是采取这个十二种动物的一特别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龙、虎、猴、马、驼、鸡、鹞、雁、胎、蛇、鹰、熊等十二种动物的，各取其一个动作的主要特点进行演练。下面先把这个主要用法，把这动作的特点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讲皮拳一些，先讲讲三体式啊。这因为新学的这个主要动作呢，是万法出于三体式。这个三体式它的基本动作、基本的这个方法是吧？这个每个动作的起始啊，都应以三体式为开始啊。我先介绍三体式啊。三体式呢，讲究这个一顶，头要顶啊，牙齿要顶，手要向前顶啊，全身顶起来啊。二扣，扣的话就是牙齿要扣啊，脚趾抓地啊要扣啊。三挺，挺呢就膝盖要挺啊，挺的不是要停止啊，就是要有这个挺劲儿啊，腰要挺，一个挺劲儿，头要挺，颈要顶，要挺一个挺劲啊，手要向前挺。一顶二扣三挺，四缺，缺的话就是要背要缺啊，臀部这个腿要缺，这个身体也有一点微微也要缺啊。再个圆，圆当要圆，要去当圆。臀部圆是吧？这个胸部这些弧形地方，这个肘部地方都要圆，不要伸，不要伸直啊，不要挺直啊，就是要圆，要扣裆。抱的就是有个抱的意思，怀抱的意思啊，就是比如胸口好像还这么带汗的意思，一个抱的意思。吹，肘要吹啊，这个肘节要吹啊，节要松啊，吹。还有个敏就叫快，这动作要快，唰，哼，就是动作要快，就敏啊，就敏捷的敏啊，是三体式的基本要领，就是顶扣圆敏，抱锤屈挺，这基本知识。下面是这个五行拳的啊，这个也在这个基础上教教五行拳。五行拳的劈拳啊，劈拳呢，它是要这样的啊，像我们三星的劈拳。是这么个姿势啊，这样从这边练一下啊，收回来哈，一举，劈拳呢，讲究这个，它的形状是从上向下这个劈的动作，七星四腹啊，我这个金木水火土对应的话，它也是劈拳四腹是金，就跟斧子一样。它向下劈我子一，它起来以后呢，往下劈啊，就会扶着往下砍柴呀、啊，劈我一样啊。所以劈拳这个劈拳四腹出精啊，有劈我子一，所以一举手啊，唰，不加一劈啊，一个剁的意思啊，向左右一，这叫劈拳。这个再一个叫崩拳，崩拳对应五行是属木，金木水火土的木。劈拳属木是箭，箭的就是那个射箭那个箭啊。它有这个射我子意，就是射那个啊，射靶子，射我子意，取其这个折来折去啊，这个这么个意思啊。比如崩拳，从三体式开始，它就啪啊啪啊，就是向前啊折来折去打啊，啪啪啪，这叫崩拳啊。
彭学世界书目有十五之一。再一个专学，专学属水啊，就是这对应五行属水，就是流水的水啊。它这个其实我这个彭学一样，向上涌动啊，就向上钻啊，这个意思。所以专学属水啊，七星是像泉涌啊，就从下向上钻起来啊。比如说练起来是这样的啊，一钻啊，怎么唰啊，这个钻起来，唰这样钻啊，超确练呀。对方打过来的，这时候一按，唰一上去了啊，推步啊，这向上的，就像那个三大的勾拳一样啊，这么个动作。这是钻拳，所以钻拳缩水，它有这个。曲曲流动之意啊，就是它这个比较灵活。第四个是横拳，炮拳。第四个是炮拳啊，炮拳属火，就像七星如炮，就像炮爆炸一样，比如说马炮啊，大炮咚一爆炸，咵就开了，啊，是这样练的。它一般是先收，然后咵展开啊，啊，收开，咵。所以炮拳，它就先收，就缩，然后展啊，把这个动作展开，就是一攻一拉啊，上面架下面打啊，这是炮拳的用法啊，其实像火药一样爆炸起来，这是连攻带打的动作。再是横拳，横拳属土，金木水火土里面的土字啊，万物土中生啊，这个。横拳呢是由左向右啊，或者由右向左，这个向横着走啊。比如从三七式开始练啊，比如打右横拳，先从这个右侧向左叉啊，向左叉升，然后再向右叉，我先送，叉，它是从一叉向左同叉这样用的，它是提横不见横，不能这个这样拨啊。不能打成这样的哈，横拳不是下位横拨啊，它是一个钻的动作，在对应这个金木水火土啊，它是土啊，所以这个横拳是弹啊，什么弹呢？就和子弹一样啊，拧就是螺旋的出去啊，是墙上里面的子弹，是螺旋出去打出去啊，有这么个意思。所以金木水火土对应这个五行是劈崩钻炮横，这是。五种缺乏。下面说一下这个十二星。十二星是行拳的主要动作之一，它包括十二个动物的形象和主要特点。它是龙、虎、猴、马、驼、鸡、鹞、雁、胎、蛇、鹰、凶，这十二个动物啊。下面我作业比划一下，大家看看。第一个还是从三七式开始啊，龙形。龙形呢，龙有收骨之法，有收骨之法，就是个动作呢，它可以收骨，可以伸手，有伸缩之能啊。这龙的不是可以那个很长以后又很短啊，有伸缩之能啊，收骨之法，有升降之功啊，可以高可以低。用在拳里面的话，龙形啊，它可以高啊，可以跳起来啊，可以蹲下去。这是可以高低啊，可以伸缩啊，唰一转啊，走啊，唰，蹭啊，这动作就是像个龙这身一样，唰一翻啊，给这种感觉的话，也像龙攀树一样，龙攀柱一样啊，跟龙也可以中跳啊，升降起伏，这是龙形。取这个龙形的意思就是，它这个练对这个练腰腿啊特别有好处啊，你像这个。坐下来攀下去哗一转啊，这个整个的把这髋膝关节腰关节肩关节都用上了啊，而且他也用唰一转啊，对方打过来一呆手拔一脚连脚带踢啊，这都是用法，他不是光是不是单单的锻炼身体，他都有积极含义在里面。虎星是去那个就是老虎的动作威猛，它都有扑射之势啊，
叫琥珀镇啊，老虎洞的一种琥珀啊，他就是龙虎破刃啊，就是去他这一招啊，上去闯啊，这是虎形去他破子一举的一个动作。第三个猴形，猴呢，猴子最灵敏，猴子和人一样啊，但是身形比较灵敏，他中跳呀、转折呀、这个变化呀，非常机灵啊，也取他这个灵敏之处啊。像猴形这样的，有几种练法啊，像这个转身唰唰唰唰啊唰唰啊，雕塑唰唰，这都是猴形动作啊。猴形动作给人家非常机敏，转折变化非常快啊。你看最适用的班适用的地方就是他的猴形动作比较适用，他猴抓嘛，唰唰唰个刀啊，对方过来到对方的明眼。到脸上唰唰的穿啊，雕手啊，穿，这都是猴形动作，取猴形这个特点。所以猴形主要是练他的擦掌啊，就是探掌到对方的脸。下面讲讲马形，马就是咱们的骑的那马啊，马性勇敢啊，有集体子宫啊。取他这个马的前蹄向上包着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在这个拳里面也取他这么个动作啊，向上的，这是取这个马的集体之能啊，用这个地方啊，有哪个缺的啊，打人啊，是这个意思。这是马，驼据说是一种水中的动物。有的是那个卖油狼，就那小虫虫啊，有的是大鱼，咱都没见过啊。它在水里头，据说是左右这样来回窜，相当快啊，来回这个变方向的来回走啊。所以用在这个圈里面呢，其实取它的这个来回这个左右乘虚而入啊，你看圈里面这样唰，这个勇手一样对吧？唰唰，这么个动作啊，就勇转啊。所以过中有打，打中有过啊！比如出去对方打过来了，操！一转身啊，化开对方啊，紧着底下啪就出去了啊！是拖行的用法，也取其这个乘虚而入啊，这个侧身而进啊，这是拖行。机行，机行是普通的攻击啊，机有这个。侧面之种啊，鸡侧面的话最肿的，一个小米一点点大，它过去蹦一切就吃掉了啊。它所以它取得鸡鸡侧面啊，侧面之种，啪啊，这一拳就打下去，好像那个鸡的嘴一样啊，侧面之种，斗灵之威，啊，斗灵展开翅膀以后呢，那个哗一展开翅膀，啊，两个金鸡相斗的时候呢，看个非常威猛啊。再一个呢，侧面之种啊。斗灵之威，哎，上架之能，啪跳上去啊，跳灵之凶啊，这是取这个，鸡的是取他自己个动作。接下来是龙虎猴马驼鸡药性，据说呢，在那个空中的话，它看见鸟以后，小鸟以后呢，嚓就窜下来了。在林中呢，它可以左右穿梭啊，它可以甩刺，把刺的又甩回来，然后呢，唰穿过去。去逮那小鸟去，啊，所以取这个鹞子翻身，鹞子十次，鹞子钻天，还可以从下面一擦一下就翻上去，啊，取这个鹞子这个鹞形的这几个特点啊，所以练习中，鹞形这样练啊，穿，打，翻腰，鹞子入林，鹞子钻天，唰，鹞子入林，唰，啊，这是鹞形的动作。下面是夜行，夜行是那个小燕儿啊，在空中飞那个小燕儿。这个夜的呢，有操锤之精，有钻天之能啊，说夜子有十次之威啊。夜子缩身啊，夜子钻天跳起来，夜子操锤子下去啊，应该下到底啊，插起来。夜子展翅啪啊，这么个动作。这夜行呢，就是这么几个动作啊。
钻天啊，是这个挑的动作啊，挑当动作也是啊，操，连挑带打，瀑布下去啊，钻裆，下去以后挑对方的裆也是，啊，挑去以后呢，抓对方的手一挑啊，就是向后翻过去，展翅向后打，这是夜行的这个用之用。夜行白老师，这是既要夜台行啊。台行呢，这个动物也是现在看不到了。主要是取其的护卫之能啊，它就是尾巴的功能是吧？它现在群里面是这样运用的啊。第三期是开始的，台行啊，护卫啊，还有它调过来啊，或者转正啊，就转着啊，用尾巴接腰啊。两个圈撞击对方的腰部啊，或者生长部位啊，这是台星，就取这个台这个种动物的这一个动作，叫鸡腰燕台，还有蛇星啊，蛇星是那个苍松啊，蛇有不草之能啊，那个蛇星它穿来穿去的，在草里面呢有不草之能啊，它是乘虚而入啊，左右啊来回窜，所以练起。跌到圈里面呢，就取他这个不草之不草的动作啊，这个唰，就这个动作啊，拨这动作啊，这是蛇形啊，是左右不草的不草之能。蛇形下来是一头蛇，像鹰胸啊，鹰是老鹰啊，鹰的这个眼睛最敏锐是吧？它温度多高的话，它看到地下一个小鸡啊、小鸟啊，它就擦就飞下来，这样把它吃掉、抓住啊。比如鹰抓兔啊，它的空中温度多高，它唰窜下来以后就把兔抓住了。所以取这个鹰形的这个抓捕之能，鹰的鹰爪痕是像钩子一样，鹰爪照入钩，它非常锋利啊。所以这个利用鹰形的话，就用抓大之能啊，唰抓着啊，抓啊，是利用这个抓大之能啊，钻起来从手上啊下个，好像鹰抓兔一样，这是鹰形。最后一个是熊形，熊是那个狗熊啊，或者什么熊啊，这熊呢，这个生性比较愚通啊，但这个很有力量，膀宽腰圆啊，他这个和那个动物争斗时候呢，他用他的膀子啊，用他的巴掌呢啊去打对方，我猜是胸膀，因为胸膀很有力啊，所以在缺动啊，就主要是练膀啊，这样的一穿啊。用膀子靠对方啊，格子轴啊，唰，嘿，用伞啊，膀子去打对方，左右全凭盖世力啊，嘿，啊，说十二星呢，就是十二种动物的一些动作主要技能啊，我们采取上每一个动物的一种或者几种这个动作作为这个技巧应用啊，变成星学的主要动作。所以心学的主要动作有五星、十二星啊，由此而延伸啊，变化出这个进退连环圈、四把圈、三次吹啊等等这个传统套路。谢谢。下面我讲解一下心学的鸡星四把拳。鸡星四把是心学的一个专有的套路。心学为什么要鸡星四把拳呢？因为心学呢，它讲究这个鸡腿龙身、胸包虎豹头啊，特别讲究的鸡腿，在练习过程中要处处步行呢，处处带有鸡腿啊。什么叫鸡腿呢？就是
单腿着地啊，你单腿着地，另一腿踢起来啊，像这个动作啊，一腿坐垫，另一腿踢起来叫鸡腿啊。比如说左腿支撑腿，右腿呢踢起来，脚心啊，右脚脚心呢与地面平行啊，它向前走的时候呢，哎，落地时候呢支撑地，另一腿呢就踢到这个。脚就贴到他的踝关节旁边啊，这叫鸡腿儿。这新学的基本步伐呢，就叫鸡腿啊。所以这个一个鸡行四棒呢，就是专门练这个鸡的走啊，走路啊，鸡的行走，同时配合一些动作。所以鸡行四棒呢，是新学里面一个比较特有的动作啊。下面我演练一遍啊。骑行四把，一共分两小节。下面我把第一小节再练一遍。第一小节呢，包括这么几个动作啊，起势，我两手向前伸，眼睛向看着右手啊，两腿呢，右腿向前伸出去，这个两腿微动啊，重心放在左腿上面啊，然后呢，左腿向前并步，与右脚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两手以肘关节为主，内旋向下按掌。眼睛向左看，叫起势动作啊。再读一遍，起势一、二，这好像一个捋须动作啊。下一个动作，退步踢水式，叫踢水式啊。为什么要踢水式呢？就好像踢的水一样，哈，和踢的一桶水啊，叫踢水式。它的用意呢，就是对方打过来了，我一退步啊，闪开它。啊，把对方手拉住，然后用左手击打对方啊，叫踢水式啊，哈，打对方裆叫踢水式。重心呢，放两腿之间啊，注意前脚呢要向前，微微内扣，后脚呢45度，不要成八字脚啊，不要向外撇，要向前尽量向前勾啊，成45度。右手手心放在。这个小肚子在肚部起这里啊，左手呢旋，把旋子放在这个膝关节上面，注意头要正，背要圆，胸部要脸啊，不要举胸，特别注意不要举屁股弯腰啊，这叫踢水式。下动作叫经济独立啊，踏，这叫经济独立。这个经济独立呢是这个意思，对方。谁打过来的？我上面朝他的手啊，一叼手，啊，一个做出去，照他脖子掐树啊，叫经济掐树，啊，这么个动作，
也可以是举背，就他的手背啊，咔啊，这是两种都可以互用啊。这轻轻得练啊，一般的练习时候，练习时候呢是这样的，啊，右腿要弯曲，半蹲下去啊，成个鸡腿，腿呢你看，鸡腿老是弯的，鸡腿，它有的膀是圆的，胸膀啊，两手勒，两手向下推，胸膀，龙身，身体是圆的啊，就龙的身体要曲曲弯弯的，就三字形的啊，腿是弯的，腰是弯的，背是弯的啊，龙身。虎抱头，大手呢在手底下，就好像老虎出洞一样，虎抱头啊，这么个姿势。啊，叫鸡腿龙身，胸膀虎抱头，就心血的这个动作的基本形象啊。下面走路啊，鸡的轻鸡前向前走，叫轻鸡斗志啊，好像两个鸡在一块儿，鸡打架了啊。找对方的这个空档，啊，这是找对方的空穴啊，趁虚而入啊，叫经济斗志，这个心学的这个金星四把这个启示，在前面几个动作，啊，下面讲解这个金星四把的第二小节。四把主要四个动作，接下上一个动作啊。第一个经济四米，经济斗零，经济上架。经济爆笑，这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是新学的这个执行四把的四个主要动作。就是为什么叫执行四把呢？就是说，执行有四个动作：经济四米、经济斗零、经济上降、经济爆笑。啊，它是为什么这样叫呢？它一个形象很形象的讲啊，经济四米就好像经济在吃米的啊，经济点。他好像今天偷今天侧面啊啊这么个动作，根部崩缺啊，这崩缺击打对方的小腹，啪半蹲下去，然后轻轻抖铃，啪，好像轻轻把膀展开了，就轻轻抖铃，这个意味着对方如果打来了是吧，打到头来了，我上面一架，下面这个啪又长了，架对方的肋骨啊或者胸口啊，就啪嚓啊，就经济斗铃，经济上架，好像今天飞到那个架子，好像飞到树上去了，就经济上架，抬腿跳起来啊，抬腿要高，露腿要低啊，尽量要动，我的腿一点毛病啊。动不低，现在又再低一点，动下去，这个脚尖是勾的，然后进去爆笑，啪，爆笑是左手下拉，右手下挑，挑对方的裆或者挑对方的哈巴克啊，这哈，啊，进去，噔，进去爆笑，所以新学的进去四把的四个动作，准备练一下啊。从这个开始，经济四米，经济斗零，经济上架，经济爆笑，下面讲第二小节的要点。经济四把第二小节，经济四米这么个动作啊，打出去以后注意尽量往下动，半蹲下去，后脚呢向前脚并啊，要踏实，右手呢打出去要斜向下，左手呢放在这左右小背旁边啊，
护着一小背，这么个动作啊。注意不要这个，不要弯腰，就屁股不要成这样，一定要自己腰来啊，蹲下去。要腿撑，你可以高点，能蹲就要蹲下去啊，但不能就屁股弯腰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是精气神米是一样的啊，所以头还要抬啊，看前面，精气抖灵之后呢，做两手呢要向外撑啊，两个手呢，啊，一个这个展劲儿啊，就伸展缩展，唰啊，把这个劲儿做出来啊，特别是右手一个拉的劲儿，左手一个打的这个爆发力啊，用这个两手的伸展二字，啪啊，把对方那个击倒出去啊。所以这个马步呢是半马步啊，这个脚尖呢都是向前的啊，不要成这个这样的，这样的没劲儿啊，要脚底勾回来啊。可以蹲的蹲平，也可以稍微高一点啊，但不要太高了啊。这是马步啊，眼睛看着这个左手，左掌呢不要太低，也不要太打平了。这个方法，这个用法呢，这个还可以，如果对方打了从后面打来了，我可以用这个右掌啪勾你啊。一个是向前打，一个是右边打呢，从后面打，啊，这是个精力斗灵的方法，是吧？用肘打对方，啊，对方打过来打了以后呢，又进过来了，啊，我上面用脚膝关节顶对方啊，侧步打过来劈下去，叫对方的手呢隔开，蹲下去，又向上挑劲啊，这种东西就要蹲个低点啊，越低越好啊，蹲下去。蹲下去的时候，但是也比较注意，特别注意这个，虽然是鸡腿龙身，要去拜圆、同圆，但不能弯腰低头啊，这是最主要的。挑出去啊，这力量呢在这个小背或这个手腕上挑出去。如果是挑对方裆，就把对方护起来。我打对方的哈巴克，用这脚啪啊打出去啊，左手下来拉，右手下打挑，这是他的积极要领啊。下面讲那个激情四把第三节收拾动作的练习方法，从那个精力爆笑开始。是第三节的最后啊，分解动作作业啊。下面两个劈圈，右劈圈，右手钻圈啊，钻圈，然后上步劈掌，钻圈之后呢，右脚先摆步啊，右脚稍微撇啊，摆步，同时呢，右手从胸先、口先向上钻出啊。转的时候呢，全面要平，要向上拧转。转出去以后呢，圈的高度与鼻子高一样高，别超过头啊。就转圈啊，上步劈圈，左手放在右手这个手腕旁，然后两手翻掌向前劈下去。这个动作有个积极含义啊。当转圈打出去以后，对方叼着手了，抓着对方手了。然后我顺势向后一踩，跟着后手上去劈掌，向对方的肩或者胸或者头盖下去，前面脚尖向前，手指高不过眼啊，低不过肩啊，这是左劈掌。然后右劈拳啊，
右脚向为北，左脚向为北部，同时左手经胸前向口前钻出啊，两手拧转，就拧过钻翻啊，拧出去，屈胸向上，屈高或引压高啊，然后后脚跟上来啊，右手搭到左背上，同时翻转向前劈下去，别左劈缺。这个动作的话，要求钻或垫脚同时，上部跟劈掌同时啊，一、二啊。下个动作，经济点头啊，以经济点头，哒，这么个动作啊。右手从下向上翻转，同时收右腿收回，提于这个左腿内侧，已经开始左手右手。下面动作，右脚正脚落地，左脚抬起来啊，踏，同时右手下翻，左手下踏啊，连起来，一、二，叫经济点头。下步经济十米啊，可以并步啊，也可以不并步。经济抖铃，转身和前面一样，经济上架，经济爆笑，注意收势。右手劈缺，右手钻缺啊，右手钻缺，左手劈掌，劈水式，左手从上向回中翻回来，同时呢，左脚收回来，变成虚步，右手向前。稍微向前撩，两手交叉，然后变成十字，向前马步撑，啊，半马步向前撑撑，叫踢水式啊，这叫踢水式，然后收势，一、二、三，这个收势就没什么积极含义了啊，一、二。踢水式，这是个撩啊，撩击挡击挡挡，收势啊，急救四八，介绍完毕。